订阅没跳出来。有啊。安安安安安。啊，我先把 RO 拉到一个地方挂网了。要挂网吗？好像没什么好挂，我已经挂满了。可是还没有红字，应该可以再继续挂吧。今天懒懒的，没有化妆，我只有擦个口红，随便抹一点东西而已，所以就青菜了。可是好像也。我的老天鹅啊，我还以为这 RO。 谢谢斗内。是不是我的斗内在顿？好像也没有啊，时间好像没有顿。如果有在顿的话，我可能 RO 就要关掉，我怕不能挂着挂网，卡了一下下哦，嘿嘿嘿，有刚开始 RO 在挂网，嘿嘿，刚刚是谁抖内啊？我看一下，之前的24.99的消息哦。衣服已经送到啦，只是还没有寄而已，就还在寄。现在是有在等着寄出而已啦。衣服，对啊，我好像RO不能开着欸。是夜神在吃我的那个吗？夜神好像比较会吃电脑的那个容量还记忆体什么的。好吧，算了，我不挂了，反正我的时速也满了，没什么好挂的。对啊，我把它关掉了，再见。哈！谢谢哈利，要莱特安啊。其实也没有很久不见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应该吧。我们先来聊天吗？反正订阅大家要跳一下下，一下下。哎，有新干爹，肥肥的苏童，哎，谢谢订阅。还有萨克安安啊，挂起来，挂起来。
还有裘德洛，谢谢订阅。小天，谢谢十四个月订阅，谢谢。还有小维，一年了，恭喜 ，omedetto。还有恐龙都不理的洋洋，十七个月，谢谢订阅。好哟，这也是新干爹吗？黎音心语，这是女生吗？好女生的名字哦，黎音心语，谢谢订阅。太阳雨十四个月，谢谢。狮子老人安安，狮子，还有赖达猫猫，一年订阅，谢谢。ZIAY 660是十四个月，感谢。雨佳三个月。ALBERT 060ES。十一天没开，我以为你要11:11开台，然后开11分钟关台。我有很认真的想过要不要开11分钟就关台这件事情。还有 KYLING 25十七个月，谢谢。樱花牛牛，感谢。我是不是有在哪里看过你 ？HAHAEVIL 四个月，谢谢。俊伟哥一年，感谢订阅。还有六妈25个月，跟 JASONLTT 14个月，安安九皇，还有马斯，谢谢订阅。分母潜水夫安安，还有 IAN 小安，谢谢订阅。Hero 安安，哎呦，好多人哦，念不完。RUSS 23456，谢谢订阅。御魂笑光辉3个月，谢谢。哦吼！我刚到家你就开台了，啵啵。你应该开11个小时11分钟，我是没关系啦，11个小时。哼，我玩 RO 这几天也不过就12个小时，都没有睡觉，没什么嘛，11个小时。哎，利夫卡特安安啊，这个月的钱钱，游戏宅狂24个月。对啊，欸，真的是玩到谈到工伤，欸，玩到长期合作这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哈哈哈哈哈，这一颗，墨间，谢谢，感谢订阅 ，ACETASO 3个月，谢谢。对啊，我没有想到刚好是11天没有开台，我真的11天没开台。我那边想说，我上次开台好像是工商 RO 的时候，然后看了一下记录，好像是11天前，10月30号的时候。凯盛10个月，谢谢订阅。雪奶控安安呐，7个月，谢谢。就顾某跨丢你的呢，一直就尴尬，会尴尬，会尴尬哦。就顾某跨丢叶子的尴尬。今天开 RO 吗？我后面游戏都打开了，我是有在思考要不要开 RO 啦。可是因为我已经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就只剩下吃完而已。我这礼拜塔也打了，道馆也打了，副本也打了，就剩下野外王了。因为野外王又没什么好开的，我想说算了。五百毛币，那是个误会，那是个误会，那真的是个误会啊！你们就当作没有看，没有听到那五百毛币好了。什么五百毛币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RO 天天挂僵尸，为什么挂僵尸啊？为什么挂僵尸？北门好挂哎、欸，虽然北门也是很容易天天死啊，要找一个捕尸带你挂。11个小时 RO 我看没问题的，塔塔从1层打大概就可以打2小时。真的哎、欸，我们从1层然后打到60层，差不多要2个小时，超久的。SCCAB 26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还有阿飞，我是阿飞，不是阿肥，阿肥，谢谢订阅。还有 Lifty 哦 ，Lifty 一年，谢谢。新干爹吗 ？Hand Forever， 新干爹吗？谢谢订阅。还有哇卡哇卡2个月
分不清私讯和站内信。私讯和站内信，站内信就是退取的站内信，就是上面有一个那个讯息，你把它点开来就好了。在你们的那边，在这边上面那个右上角有一个讯息，把它点开，那是站内信。只判22个月，谢订阅。Q Fun 032617个月，谢谢啊。还有 GF96 28个月，好久、哦。月经型实况组开台，错过要等下个月喽。28天来一次，然后1天开7次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上个礼拜开实况，不是上个礼拜，我上个月开实况开的蛮勤奋的。我觉得我声音要再调小一点，我觉得我讲话太大声。我觉得我。可以关了，去玩 RO 咯，耶！我觉得我上个月开实况开得很勤奋，我玩枪弹辩驳的时候，我自以为我开得很勤奋，我应该是我那时候10月底结算，就是结算那个时数啊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，我玩枪弹辩驳还玩 RO， 我都有开实况，我10月份我那个开台时数一定超爆表，超漂亮，至少有个100个小时吧。然后我打开那个结算表一看，只有42个小时，42个小时什么？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开台啊，而且我都玩3到5个小时哎、欸，怎么会只有42个小时？这不科学啊！我玩的时数都跑到哪里去了？我都跑到哪里去了？可恶！转蛋超多人在抢了，很难抢吧？抢不到、啊。可是转蛋箱也没有很好练了耶。我觉得还是北门是最好练的。卡诺14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还有露露121311年，谢谢订阅。Rocket Joe 紫夜风12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辉哥3到4天就有了，42个小时，那可能就是要我睡醒了，然后我玩 RO 的时候我也开台，然后我晚上玩别的游戏我也开台。其实我玩游戏的时数很多欸，我这几天玩 RO 的时数大概就超过100个小时了，只是我都没开台而已啊。就我也很想像其他实况组想开台就开台啊，可是又觉得好像应该要稍微维持一下实况的品质啊。欸，毛毛29个月，谢谢。对啊，RO有开早就破100-200了吧，我挂着就有了。叶子，我觉得你玩RO你的时数爆炸爆表，绝对爆，超级爆表。RO 开台就消耗战斗疲劳，很无聊。对啊，就可能就看着挂网而已吧，顶多跟大家聊天吧。开台一直聊天。其实我开 RO 这个月会比较多次，理由你们懂的吧？原因你们懂的吧？大概下礼拜吧，我下礼拜会有几天开 RO 啦，就是对。欸，盛奇玲玲欸，4个月，谢谢。欸，玲玲，你是不是在我们公会啊？可是你好像没怎么讲话欸。工伤，不要说出来，因为500猫币就收买我了，超简单，直接被500猫币收买 ，all in， 打完60层吸到一堆宝，对不起，我胡乱，哭哭哦，宝藏都我的，我运气最近真的不错哎、欸，每天都在等叶子的开台文，就都等到了废文，欸，你要很庆幸我还会发废文，我以前根本不发废文的。是因为觉得好像应该要多多更新一下粉专，我才会
才会三不五时丢个废文上去，不然我以前没在发的。我连现在都有点懒得发开台文章哎、欸，我已经今天已经 po 过一篇文章了，我不想再 po 一篇哎、欸。抱歉忘记讲，叶子生日趴的只有有订阅的人才可以参加哦，详细请至窝边草社团看。是的，因为生日趴的人数太多了啦，所以还是会多少限定一下，就是只有干爹可以参加这样。嗯，避免有一些不三不四的，然后也不知道是谁的，然后就混进那个生日趴里面，然后突然一个握手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拿刀，然后啪之类的，这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啊！嗨，阿星，16个月，谢谢订阅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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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格野你要参加哦，是可以啊，就报名就好了。干嘛？怎么想太多？哎、欸，国外日本的握手会、偶像握手会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啊。日本不是之前有遇过吗？很危险的哎、欸，那个什么 AKB 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吼，我觉得我也有机会遇到，所以我要好好的保护自己，要小心。什么叫可是人家有胸别嘴哦，我最近真的是发育的不错哦。诶，萱姐已经因为我那一批那个边缘 T 的衣服是寄到她家，她因为回去南部的关系，她暂时没有她先休息一阵子啦，所以我就请她帮我寄衣服，所以边缘 T 没意外的话，应该这个月就会收到。Windows Water 29个月，超高效级的87幻想家。哎，许安逸14个月，谢订阅，以上谢谢订阅。对，那个抖肩舞，我刚才还想说我要不要把他的抖肩舞稍微卖他贴出来一下，去翻他的 BOD， 可是他好像会砍 BOD。呵呵。然后那个 Wire Force 的衣服啊，预购已经都没货了，大家知道吧？就现在网络上你买不到。那如果你要买的话，你现在只剩下实体可以买得到，就是实体在那个 Wire Force 现场。嗯，其实这件衣服。他们做出来了以后，我又有点后悔，他们做的太可爱。男生穿会觉得太可爱吧？果然正面应该要稍微那个吗？可是还是卖完了啦。对啊，还是卖完了。而且啊，它有尺寸有什么 3XL， 连 3XL 都卖完了，吼！原来我的观众很多很多肥肥，很多阿肥，各个尺寸都卖完了 ，XS 也卖完了，好厉害哦！难道是女生？噩梦童话14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还有 Arnia 25个月，谢谢订阅。对呀、啊，有点太可爱了。我觉得边缘 T 就还好啦，边缘 T 应该是不会太可爱吧。我觉得边缘 T 还，边缘 T 到时候会剩，因为我所有的尺寸我都有多定，然后剩的部分呢、啊，剩的部分，我在思考要怎么解决剩的部分，因为大概各个尺寸会再多个3到5件左右吧，嘛多的就到时候再想想看好了。反正 Wire Force 之前会让大家拿到，嗯 ，Wire Force 之前会让大家拿到。月余4个月，谢谢订阅，还好我是 S。
是拿科加斯康特他，我还以为你在念咒语咧，科加斯还打错，科加斯我想是哪个人，科加斯是什么了？欸，隔夜谢订阅一年，我有资格当边缘人吗？可以可以，我看你订阅了一年了，你还是蛮边缘的，没问题啊，很边缘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三 XL 拿来当地毯不行吗？一样钱花三，很排斥哦。你就是那个买三 XL 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不相信电话会买这个 T 恤。对啊，抽奖还要看尺寸。嗯，算了，我等全部寄完，确定真的有剩，再考虑。剩下要怎么办？也许拿来当粉砖抽奖也不错啊，因为数量并没有很多，粉砖抽奖也不错。嗯，地平线 DLC 会玩吗 ？DLC 应该不会吧？因为我地平线的游戏，我记得我好像删掉了。因为它体容量有点大，我记得我好像把它删了。对啊。欸，九尾猫生日五个月，谢订阅。我们玩完好了，来把它玩一玩吧。然后，明天会回去一趟南部，因为有个树德加商的学生说，他们有想要访问我，就回去给他们采访一下，顺便回家一趟。KYLEYOYOF 谢订阅，对啊，素德的叶子晚上好。Hey Chris 晚上好啊，访问你不会自己上来哦，也没关系啦，因为他还不错啦，他帮我出票钱，车票钱回去，所以就刚好我回去一趟，EASILY 十个月谢订阅，对啊对啊。可是很妙，他们说他们是餐饮系的，然后要访问我，而且那时候来啊。就是他讯息来的时候啊，他说叶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很喜欢你，请问我们的专题组员，我们可以一起访问你吗？我说哦，好啊，那你们访问的内容是什么？哦，我们想要针对 YouTuber 这一点来做访问。我就可是我不是 YouTuber 呢。他说他是哦，那你现在算什么？我说我应该算是游戏实况主吧，我都只在Twitch开台呢。他说哦，那是哦，那我们就访问那个。我就哦好哦，所以那么随意是不是？其实还蛮随意的。我熟悉一下，我突然有点好，没有，他们是因为他们原本专题是要。老师是跟他们说要访问那个餐饮业的，就是职业上的一个访问啦。但是因为他们，这边是我之前来过的地方。他说，因为他们要访问的餐厅太忙，没有时间，然后
他们就问老师说能不能访问别的主题，然后他们就想了实况组这个主题啊，他们老师刚好对这个主题也还蛮好奇的，所以就说 OK 这样。对啊，可能就是聊个问一下实况组到底平时都在干嘛吧，怎么可以打电脑还活得下去之类的。这边是我来，哦，我没有来过。哎，我有点忘记怎么频率共振了。频率共振是哪一颗来的？生于龙两个月谢订阅，先过去哦，不是这里哦，诶，不是这里吗？这里吧。哦哦，真的也太久没玩了。新干爹吗？谢订阅 ，Penny 哦 ，Penny 谢谢。变得只会玩 RO 了，超靠背。真的只会玩 RO 了，我只会玩 RO 了，废了，我废只带头四个月谢订阅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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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们 RO 现在工会缺坦，有没有坦呐？坦欢迎来哦。这是密码吗？我怎么知道这个要怎么开？我手上有任何告诉我这个怎么开的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怎么？汉尼布朗，谢订阅。之前看叶子玩才跑去买，结果自己都破了，我还在第三章。看，其实这游戏说很快的话，十几个小时就可以破了，对不对？我如果
靠背，靠背，靠背，靠背。哇，真是浪费我子弹！这个是很强的那一种。靠！真的是。哇，我没有散弹枪了，哇，死定了！据点杂鱼七个月，谢谢。敢问宵夜食物食何物？我不吃宵夜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宵夜。超大颗包子，谢订阅。还有艾尔安娜两年，谢谢。一进来就在尖叫。阿布基21个月，谢谢订阅。我还在想，我这一款玩完以后，我要玩什么游戏？就手边还有刺客教条，还有……哎，我手边好像只有刺客教条哎。地图那么大，现在没自动打怪，叶子不会打了后，不会打了，废了，我废了。哎，我这边有咖啡机耶！靠，我刚刚还刻了一针药。哇！可是这个要鱼叉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有！哎、欸、靠！我要你不要再抽啊！哦！我只是按了个下，他就把我那一针拿！哇操嘞！哇！哇！我没有。我没有，我没有补品了，死定了！这是电的吗？我怎么看不出来抛物线在哪里啊？靠！我还好可以还回来，还好拿得回来。哎，这边我好像有点印象哎。我又有子弹！我最近一定是活在熬的世界，太美好了，我忘了这游戏的恐怖。吓死我了！可恶。我突然觉得好像不要存档比较好哎、欸，我少了两帧哎、欸，可是又觉得
我觉得不行。有密码。哦，有了，有针筒了。针筒，我们应该可以不用回去吧？我还没有东西可以，升级。咖啡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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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UNA 十一个月，晚上好啊。啊，他们怎么进来的？有人在笑欸，我的妈，是有人在笑的声音，我快吓死了，我快吓死了。 Gumi 十二个月，谢谢。我的妈，我快吓死了。这是什么火药？我们去拿个火药好了。没有东西啊，这边可以穿过去吗？可以，我觉得他，我很讨厌这款游戏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完全我没有办法知道僵尸在哪里。应该说它很模糊，太暗了，太暗了。然后僵尸又很安静，我没有马上。哎呦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像有个很特别的僵尸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会掉好东西吗？哎呦，旁边有爬僵尸爬起来了。哦，这边很多只哎，哇，完了。哎，你看有一只僵尸在发光还是怎样？好像特别的。在干嘛？在跳舞哦！这即将是在干嘛？凉风，谢谢订阅。差遐多，差遐多，这风兔一点都不可爱。我最近一定是太可爱的游戏玩太多了。那个特殊怪比较强吧，可是好像我手上有闪
弹三发哦，三发。哦，我这款玩一玩，我就好好期待那个《最后生还者二》哦。我觉得《最后生还者》真的是，真的是好玩，真的好玩。虽然《邪灵入侵》跟《最后生还者》有点像，但是我不知道哎，可能这款枪的成分比较多吧，是吗？哎，《最后生还者》，可是我又觉得《最后生还者》的暗杀比较难一点点。果然还是因为剧情好吧，剧情好。这款其实玩得很不舒服耶，带着怒气玩的，真的吗？有至于到玩得不舒服哦？小子21个月，谢谢订阅。诶，攀爬，我有点忘记了，但是最后生还者的僵尸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难发现，因为这款的僵尸其实我觉得还蛮卑鄙的，就是我看不出来它的正面跟反面。这个要，这感觉很多东西可以捡哎，可是哎呦，派上功劳啦！紧走，紧走。哎呦，合理嘎仔！哎，草丛，给我个草，给我个草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！你这废物！快，我们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躲起来，躲起来，躲起来！干干，死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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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我觉得我准心有变强哦。快插自己一针！你的主线并没有那么废，我努力了。哟，这到底是死还活了？好恶心哦！太棒了，我把所有的资源都耗尽用光了，我们没有子弹，只剩下两发的散弹了。1500，再来掉一根斧头。哟，还有一只欸，还有一只欸，在哪里？你看，就是这样子我才讨厌这游戏的这个设定，就是不知道僵尸底堆。呀哭某，谢谢订阅，操，害我浪费一个斧头，可恶。
就刚那只大的是，那只大的是1600点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我是不是应该去个冰南屋喝个咖啡？没有东西可以捡，瓶子。这不能关灯又摸的吗？它灯好像不影响哎，它这一款游戏的僵尸灯不影响他们的视觉跟那个灵敏度，所以灯其实可以一直开着，而且灯关了你们应该就看不到了，太暗的时候。No。我不想帮他们，我不想帮他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帮他了。再见，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拨不了你啊。哇，我可不可以搓脚脚？哦，完了，果然不应该帮他的。哇！死定了！没有人！家没人了。天泉21个月，谢谢啊！而且你看，我躲在草丛，我都超级看不到他们在哪。哪里呀、啊？我真是看不到哎、欸。我看到，我还爬回去耶，什么声音？哦，他们在撞门。其实这个，我不管他们。我不管他，应该也不会马上死掉吧。靠腰这边不行，我决定我要先回去，我需要先回去补个资源。现在资源太少了。Yeah! I'm free! I'm safe! 工作台咧？这边的工作台在哪里？我需要进去镜子里面，对不对？进去。喵咪，喵喵。来做一下子弹啊！我没有子弹了。哎，武器升级，等下那手枪的子弹，散弹枪的子弹。哎，我32个哎，其实我可以做很多啊。散弹枪可以做4发散弹枪，做散弹好了。医疗针筒可以做一支针，武器165个零件哦，散弹的火力增加了75。高阶武器零件，我现在还。找不到高阶武器零件，装填时间，装填时间60，色素我觉得不太需要，弹药量，黑眼圈已经是 RO 海的，
不好说。我的确玩凹玩得很凶，但是我觉得就算没有凹，我还是会有黑眼圈。就算没有玩凹，还是会有黑眼圈。第一次看来会觉得台主吸毒，我是吸毒，吸名叫 RO 的毒。Jumbo 28个月，谢谢订阅，6800了耶！哎呦，好多哦，6800。我上次点了隐身的技能吗？我想要增加伏蹲的速度，我觉得这很重要，我觉得真的这个需要。然后生命力、战斗还好，回复力、生命力好了，加生命力比较啊，可恶，差200，哇！那有什么可以加？2800可以，还有可以升什么？2800，回复力，剩下回复力耶。耐力上限我也好想加哦，好想加耐力上限哦。剩下回复力，提升濒临濒死状态的回复力提升。好了，不然就先升这个吧，没得升了。嗯，嘟嘟嘟，欸，咖啡不能喝了哦，咖啡不能喝了啊，干完了，死定了，完蛋了，爆炸，哇，欸，哇，咖啡不能喝了，可我剩一支针欸。哎，五星10个月，谢谢。为了生野家，哇，要等一段时间哦。我怎么知道他好了没？那没办法了，只好硬闯了。要买 VIP 才可以生，原来这个游戏有 VIP 制是不是？可恶，卑鄙！哎，我看到圣母像了，前面还有很多只哎。随风飘逸6个月，谢谢订阅。没有一只，不行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把地图上的僵尸都杀光，我才可以很放心的在这个地图上到处的奔跑。哎呦，大哥！哎呦！哎！操！哦，他有斧头哎，美败哦！别走，别
别走哦！给我你的斧，给我你的斧头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有亡人斧啦，太棒了！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拿僵尸的之翼，然后去提升自己能力的这个设定，到底是这设定没有问题吗？感觉颇怪的。我现在开始玩了邪灵入侵以后啊，渐渐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并不是只有 RO 而已，这世界还是有很多游戏的，真棒，我的世界又豁然开朗了起来呢。不然上个礼拜我的世界就只有 RO 而已，吃饭睡觉 RO， 吃饭睡觉 RO， 原来这世界还是有别的游戏的啊，世界太棒了，这世界好宽广哦，这告诉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同一个地方，我们要向前走。在这里吗？存档嘞。Lily。我怎么觉得这边有吓人的东西啊 ？Daddy， Daddy come， Lily， Daddy come， come here， office。我有吓人的东西吧，不要吓我，我会被吓到哦，吓我要叫咯。普布普布三个月，谢谢。我把声音调大一点，看你们听不听到，这样应该好一点。谁在追 Lily 啦？有人在追 Lily。这边没有东西可以捡的。欸，球灵欸，谢谢订阅新干爹，谢谢。这是我认识的球灵吗？我认识的球灵是一个摄影师。这是普通难度的，嗯，应该是普通难度。All right, Lily. Where did you run off to? 啊，我的头！那个变态在追我的女儿，是不是？我的！哎呦 ！Another signal. 好。Good. I'm coming, sweetheart. Just hang in there.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Small.boss 吗？靠背，靠背，靠背，先扎着一针，看，看，
傻小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呢，还有一只吧？我怎么记得还有一只？